9月16日，有网友在北京环球影城偶遇贾玲和张小斐，还晒出了与他们的合影。画面中，贾玲和张小斐与素人合影时非常亲密，毫无架子。贾玲在合照中笑得很开心，张小斐也比耶微笑，身穿一件白色休闲短袖，下身搭配一条浅色长裤，整个人的打扮非常休闲且低调。近看可以发现张小斐的四肢非常纤细，锁骨十分明显，就连手指也显得她很有骨感。张小斐的五官精致，下巴很尖，整个人像是瘦成了纸片人一般。与张小斐一同出行的贾玲也是满脸笑意，贾玲侧身面对着观众席，看她的侧脸会感觉到贾玲瘦了一些，看起来也更健康了。编着鱼骨辫发型的贾玲非常可爱，给人一种十分乐观的感觉。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，两人合作的电影大火之后，张小斐也迅速走红。最近张小斐还参演了沈腾执导的新片《少年行》，期待张小斐在新电影中的精彩表现，也希望贾玲和张小斐都能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，友谊长存。